徐子步，好啦，开闸嘅时候劲力威龙慢闸啊，咁啊红衫咧，咁啊嗰只带来精彩都唔系快嗰只嚟嘅，向尾二啊，尾三埋边啊仲上啦，咁啊中间咧粉红衫尾四度啦，蓝帽嗰只咧就有盈利嚟嘅，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啦，咁啊前面带咗出嚟嘅马咧就红黄啦，龙城锐将啦，玩斗财星电子群星第五位明德之星啊，咁啊再见到啦，咁啊中间咧就系嗰只福家旺旺啦，出边系有盈利上咗去啦，尾四平山新星，尾三黄衫劲力威龙，尾二仲上包咗落尾咧系嗰只带来精彩。彩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嘅时候啦，前面红旺就放嘅，跟住喺第二位咧就龙城锐将玩斗财星第三，第四咧就电子群星，咁啊第五咧内栏位置啦，就系呢只明德之星啦，咁啊中间福家旺旺出边粉红衫就有盈利，咁啊平山新星尾四蓝帽嘅，尾三劲力威龙，尾二仲上包尾嗰只仲系嗰只带来精彩嚟噶，好啦，最后百零米啦，红旺好似越走越爽咁，咁啊抛离咗后边成两个马位、三个马位。中间追上嚟嘅马咧，叫做呢只平山新星啊，追好多噶，入边猛金骑噶啦，有呢只玩斗财星，中间明德之星，中档第五左右啦，咁啊黄衫蓝点嗰只啊，电子群星啊，响出边龙城锐将褪咗噶啦，粉红衫一路响出边有盈利，马林中间六三浅蓝帽福家旺旺，依家走咗最入咧，就嗰只劲力威龙啊走咗上去啊，褪咗落去包尾嘅马咧，分别有呢只带来精彩同埋重赏啊。第五组红旺啊，咁呢只马咧就型格都好好嘅，咁本身亦都好有速度啦，摆咗前边啦，咁啊翻到嚟啊，佢都可以灌注到底嘅，咁啊进展相当满意。号召有心人帮学生撑足一年睇苹果，请即行动。